打完边炉俾庄嘉宾带翻屋企 ，Mango 话有人做新闻，左 Mango 右 Judy 滚，其实可以好开心噶。何况去滚嘅主角仲系有成80亿身家嘅庄嘉宾添。嗱，为免误会，先作少少解释先。其实所谓嘅滚，只系打边炉咋。而开心位就是庄嘉宾打边炉嗰阵，被两女疯狂夹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事后 Mango 接受访问就暗示有人放料被摆上台啊，以为件事咁就完啦，啊点知仲有 part two 啊！寻日有杂志继续爆，原来上一次打完边炉 ，Judy 同 Mango 有继续咬手瓜噶。走嗰阵齐齐陪住已经醉意甚浓嘅庄嘉宾等车接送。最后庄嘉宾就揀咗同 Mango 上车啦， Judy 就勾嘴独留街头啊。报道仲话 Mango 出车去跑马地嘅豪宅之后就再冇出过嚟啦。我哋当然循例都要问下当事人啦，点知 Mango 讲起就把鬼火。其他嘢我唔想再回应咁多啦。咁呢件事其实我觉得好明显係有人喺度做緊新聞啦，咁我唔想指名道姓係边个囉。咁但係你做新聞可唔可以唔好影响到其他人呢？我同嘉宾係真係朋友咁简单囉。第二就係嘉宾佢嗰晚係送咗我返屋企，咁佢就走咗啦，根本就唔係传媒讲嘅咁样囉。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真係作得太过分囉。我哋都仲搵过嘉宾㗎，佢都话顺路送完 Mango 就返咗屋企。这个世界不是男就是女，朋友吃饭有什么问题？